走了。行，明天忙。我没有耐心陪你们玩了，苏雪，马上打电话，让谢叔出来。掐死我呀！掐死我呀！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的！打死我呀！打死我呀！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有情有义的女人。为了谢叔，你可以连命都不要了。他呢？他是你的学生，你是他的老师。你愿意看到这种情景发生吗？苏老师，你救救我！开枪！你们放了他，我给谢叔打电话。早这么配合，也不会受这么多的皮肉之苦。谢大哥，我走了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你再也见不到我了，多保重。那位叔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一个小时以后，滨江公园门口见。